一定是他。是他杀了他计仔。真是自杀，个报告是咁写，就是咁。再上你公司骚扰我，恐吓我。下个要死的是老婆，甚至你。如果你现在肯解约的，你小朋友不数我当不知道。朱太，你自己小心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对不住，伟爷。做人不是只是为自己的。